说什么？哟，你看，下雪啦！今天早上一起来，这就下雪了。现在还在下，昨天晚上应该下了一个晚上。哦，太美了吧！喜不喜欢，爸爸？喜欢。下这么大的雪，你看，哇！现在咱们我想要去滑雪。去滑雪啊？现在还下这么大雪，不去滑雪？妹妹来看雪，妹妹。下这么大的雪，太美了吧！下雪了。啊，刚才谁踩了？是爸爸踩的呀。你怎么敢？你看妹妹好好奇，妹妹第一次看到雪嘞。我们的妹妹第一次看到雪，你看，白嫩嫩的，妹妹都愣住了。啊，穿好帽子，把帽子穿好嘞，太冷了嘞。哇，这个雪不能去踩，这个雪太厚了。这个雪最少有六七厘米了，冷不冷？踩这个雪很舒服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你看这个，就只有你两个的脚印，你看都没人踩，你看。妹妹也抱去踩雪。啊！嗯，冷冷。哎，吹风太冷了。冷冷了。让他踩一下吧，让他踩一下雪。嗯，风踩得还蛮。可以去滑雪了。到下午停雪了，我们就可以去滑雪了。哎呀！雪飘在他那个脸上。擦不动了。嗯。啊。嗯。嘿嘿嘿。快点阿哥。现在这个雪还在下。还在下这么大。家里面没水了，停水了，停水了。弄点这个雪去烧，然后得洗脸。都没水，都没水了。没水洗脸，哎呦！应该是结冰了，下雪结冰了。像这个雪都没水喝了，到处都去找水喝。因为昨天还来水，然后今昨天晚上就。结冰了，应该水管里面都结冰了，都没水来了。今天下这个雪没那么冷了，挺大的，还下这么大。刚才本来说以为下个半个小时就停了，下了几个小时了，下了一大早上了。今天这个雪下得很意外啊，突然给别人一个惊喜啊！一起来又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咱们寨子上，呀、yeah。